长的话呢，大约是在一个小时左右啊。然后咱们店里边的就是在卖的一个品牌的话，就是我们长安的一个乘用车品牌啊。没有破啊，就是我这个袜子它有点特殊啊，它是不是破的啊，就是我的上面这个袜子它是属于加绒加厚啊，有点像那种秋裤的感觉，就它脚尖它是属于那种薄哈，它是薄的啊，不是说都是厚的那一种啊，它不是破啊，脚趾头像鸡爪子，就可能是这个袜子有点拉紧了哈，有点拉紧了啊。谢谢新来的小伙伴啊，欢迎加入直播进来啊，欢迎加哥啊，欢迎各位宝宝们啊，谢谢各位大哥的捧场啊，不忙的上点关注下点赞哈，有条件的小哥哥啊，不忙的哈，咱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我去过沙店、宝山和灵仓，离你那远吗？不远哈，像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从宝山啊，宝山到我们腾冲的话就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啊。你们那边天气不冷的，天气冷哈，就是早晚冷啊，早晚冷啊。我们这边就是早上跟晚上的温差有点大啊，它有点温差啊，就是早上和晚上冷啊。像今天我觉得有点冷的啊，因为今天早上太阳出的晚嘛，就是太阳就是11点左右才出的太阳哈。平常的话就是什么呢？早上9点就有太阳出来了啊。你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来上什么班呢哈？啊，我觉得我不配啊，我觉得我不配啊，上班使我充实啊，上班使我充实啊。脚里冷吗妹妹啊？有点冷哈，有点啊，就是现在可以烤烤太阳啊，太阳烤一烤就稍微暖和一点哈，稍微暖和一点啊。欢迎开始点菜了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欢迎想想啊，欢迎各位新来的宝宝们啊，大家不忙的可以直播间点点赞哟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就只需要动动手指啊，戳戳我们的屏幕啊，戳戳我们的屏幕就可以了哈，我们就边给主播聊天，然后边给主播把小爱心点一点哈，好不好？方便的话呢都可以给我点点赞啊。家里有亲戚在宝山卖茶叶啊，疫情前经常去啊。我们这边是腾冲啊，有时间可以到咱们腾冲来旅游啊，就是我们腾冲的话它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小城市啊，就咱们这边好吃的好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啊，到时候直接到我们店里边来玩啊。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啊，欢迎各位新来的小伙伴们，欢迎你们。不忙的记得要多点点赞好吧，大家没有关注的抓紧时间点点关注啊。有点卡啊，我这个手机没有插卡啊，连的是公司的 WiFi 啊。我看看啊，你们给我讲啥哈，给我讲啥啊。有一丢丢卡啊，有一丢丢卡啊，先等等我啊，等等我啊。你拍的视频上热门了，经常刷到你，是经常刷到我视频了是吧？谢谢啊，刷到我视频记得给我点点赞哈，记得给我点点赞，然后点点关注啊。不买车找你合个影行不哈？可以啊，只要你不嫌弃呀、啊，咱们拍。就是拍好多个照片都没有关系啊，只要你不嫌弃我长得丑啊，只要不嫌弃我长得胖啊就行啊。今天腿好瘦啊，都一样吧，今天穿的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秋裤啊，咱们这种加绒加厚的一个连体袜啊。今天就是我们这要冷一点啊，就是太阳出来的比较晚，然后平常是9点的太阳，今天是11点多才有太阳啊，所以有点冷啊。男的欢迎吗？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我们这是在腾冲啊，我们是在腾冲金马中运啊，如果说是有我们腾冲的哥哥姐姐们啊，可以到我们店里边来喝茶啊，喝饮料喝水都是可以的哈。 Unity 没有哈， Unity 暂时没有现货啊。 Unity 的话呢就是我们没有展车可以给大家参观啊，就是可以进行一个预定啊，因为不是马上接近年底，然后接近年边了嘛，然后我们的资源它是比较少的哈，好几个车型它都没有现货哈，都是需要进行一个预定哈。38啊，谢谢不会踏哈，谢谢给主播点赞哈。我觉得我这个袜子可以给它重新抽一下啊，谢谢关注主播的小伙伴啊，我这个袜子感觉它有点少，我给它拉一下啊，给它拉一下啊。
谢谢关注主播的小哥哥啊，谢谢关注啊，谢谢关注啊，大家没有关注的记得多点点关注哟，点了关注之后才可以每天来到我的直播间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唱歌跳舞骑单车谈天说地啊，是不是啊？看看后排啊，后排我们一小会儿去看啊，我们就老规矩啊，我们就老规矩先讲讲我们的前排啊，我们就按照六方位的顺序来嘛啊，就前排就是前外观前脸，前排后排后备箱啊，都会给大家介绍的啊。欢迎新来的小伙伴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欢迎你们，大家不忙的有条件的小哥哥啊，记得给我点点赞啊，多给我点点赞哈，我就这样子吧，感觉有点晒脸哈，这样好一点点啊，我就把太阳躲一下，我躲太阳啊，不然晒不赢哈，本来皮肤也不白哈，直播晒了个小黑妹啊，那就不好了啊。Unity 中配落地是多少啊？ Unity 中配的话呢，就是落地价在大概是在14个上下一点哈，14个 W 上下一点啊。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哈，我们不会太这个小哥哥，您是想了解一下我们的长安 Unity 是吧？如果您这边方便的话呢，可以后台咨询我，给我发个信息啊，然后我下播之后的话，我可以给您详细的就做一个车辆的一个全面的一个报价哈，它包括了您的保险、购置税、上牌、落户等等一些费用哈。好，如果说您是贷款的话，可以给您算一下首付金额、我们的月购哈，这些都是可以给您算一下哈，因为在直播间内的话，我们只能是说一个大概的一个价格，咱们不可能详细到就是很多的一些细小的一些那种上面去啊。就是您可以关注我，然后后台那个联系我啊。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啊！欢迎各位宝宝加入直播间啊！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啊！谢谢点赞的小伙伴啊！谢谢你们的点赞啊！谢谢大家的点赞。大家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哈，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啊。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第一台车讲的是我们的长安第二代 CS5 Plus 啊。像长安第二代 CS5 Plus， 它目前的话就是有三个配置啊，它就是一个自动挡系列哈。它目前它是没有生产手动挡的车型啊。脚尖怎么啦？袜子不用通啊。它是属于这种，它脚尖它是属于薄的哈，它是薄的，它不是通，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它上面它是属于加绒加厚的哈，穿起来非常的暖和啊。但是，就是在从这一节的位置，它是属于那种薄的哈，它是那种薄的，不是说那种厚的那种感觉啊。鞋子在这啊，在这里，在我旁边呢啊。冬天下晒太阳暖和啊，对，现在晒太阳比较舒服啊，比较安逸的感觉啊。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叫啥嘞？就是烤着太阳给大家聊着天啊，说说车还是非常的温暖哈，非常的温暖的。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啊，欢迎你们啊，你这个不错，可以点点赞哈，大家可以给主播点点赞哈，可以给主播点点赞，然后没有关注的小哥哥们可以点一个关注啊。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啊，粉色指甲油哈，不是粉色哈，这个是我的指甲油，是那个酒红色哈，酒红色啊。你涂脚趾头了哈，涂了呢啊。十个指头全涂了啊，就只不过它下面这个有点厚，就可能是看不清楚啊。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大家没有关注的小哥哥点点关注哈，点点关注点点赞哈。画面不行啊，就是因为这个手机的话它像素不是太好啊，另外一个手机它像素不是太好，然后它那个有点反光的那种现象哈，有点那个反光的现象哈。CS75 Plus 有现车的哈，小哥哥啊，75 Plus 有现车啊，我们75 Plus 的话有 1.5T 的，还有 2.0T 的啊，都有现车啊。您是我们腾冲的小哥哥吗？如果说您是我们腾冲小哥哥的话呢，可以找个时间啊，您可以找个时间到我们店里面来看看车啊，可以到我们店里面看看车，然后我们不是有设置了那个试乘试驾车嘛，到时候到店里边来直接带您去试驾去体验一下我们整车的一个性能哈，这个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啊，车子没有异味哈，很干净啊，很香啊，不用担心啊，大家没有关注的一点关注哈。
我们讲的就是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啥呢？是我们的长安第二代啊，长安第二代 CS 五五 Plus。这台车的话，整车的车长是4.515米的长，1.865米的车宽啊，车高的话呢是在一个1.68米的一个高啊。我们这辆车的一个轴距的话，它是在一个2.56米的一个轴距啊。发动机它搭载的是一个 1.5T 的一个蓝鲸新一代的一个发动机，最大的马力是达到了188匹马力哈。然后像咱们这台车的话，就是它目前的话就是有三个配置啊，然后的话呢，分别是豪华型、尊贵型和领航型啊。我们的一个价格区间的话呢是什么呢？10.69W 啊，11.39W 到12.19W 哈。像我们的这个二代五五的话，它是定义为一个什么呢？新青年的一个智慧啊 SUV 车型啊。嗯，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哈。就是长安车不行啊，好看不好用啊。您觉得行您就买啊，如果说您觉得不行，那你就去买您觉得行的哈。因为我的话呢，我不能够说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哈，因为我自己也是我们长安车用户啊，我自己开的也是我们国产车，也是长安车啊，开了3年多的时间哈，我自己觉得开下来我还是挺喜欢啊，不是说因为我卖这个车我觉得这个车好，只不过是说作为一个用户的角度哈，我觉得我开了之后我觉得说它也不比合资车差啊，我买的那台的话呢，落价是在是14个 W 左右哈，它也不算便宜哈。按你们的道理说呢，合资车也可以买哈，但是买的是那种配置低的哈，所以的话呢，我还是选择我们长安啊，所以我也不后悔我买的是长安车啊，就是你们喜欢就好啊，你们就喜欢啥买啥啊，好不好？瑞城 CC 没有车啊，瑞城 CC 店里边暂时也没有现车啊，因为店里边的车都卖空了哈，我们就只有10个车啊，店里边还有10台车啊，它的车子的那个资源是比较少哈，车子也是比较少啊。红色指甲油哈，是红色指甲油啊。瑞城 CC 的话呢，要等到过几天会有车啊 ，CC 过2天就会有车到，会到2台，一个是豪华型的白色，一个是豪华型的灰色。白色是已经是预定了的哈，就可以有灰色啊，有灰色现车啊。嗯，我开了6年了，没有动过呢哈。您开的是什么？开的是我们长安吗？还是说其他品牌的？看一下鞋啊，鞋在这啊，在这啊，依然是我的这个老朋友啊，黑色一双，那个37公分哈，7公分的一双单鞋啊，卖空了，赶紧抢啊。就是什么呢？因为哈，怎么讲呢？像那个，今年的话，就是它是一个特殊的一年啊，因为我们汽车生产的话，它是需要用得到我们的一个汽车芯片哈。像芯片的话，一般它都是从国外运过来的哈，因为一个疫情原因啊，就是导致了咱们的一个汽车芯片进不来，然后形成了一个短缺啊，就是造成了我们的一个汽车产能降低啊。它是属于整一个汽车行业的一个问题啊，不是说只是我们长安车啊。今年的话就是不论是什么车啊，它的一个资源当时都是比较少哈，车子都是比较少的啊。然后的话呢，就是很多个车它都没有现货哈，都是需要进行一个预定哈才会有车啊。嗯，不过是大众 CC 啊，我开的是长安瑞城 CC 啊。我是2018年买的，是一个老款的 CC 啊，我开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啊。脚尖透明是咋做到呢？因为我的这个袜子的话，它是属于就是从这上面的话，它是属于那种加绒加厚哈，加绒加厚的。它脚部的一个设定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薄的哈，它是薄的，它是不是加绒加厚的那一种啊？所以的话就是有点透的那种感觉哈，但是也不是太透哈。大家没有关注的小伙伴们可以点关注哈。嗯，短袜子笨哈，不是短袜，它是连在一起的哟，连在一起的好不好？连在一起的啊，连在一起的啊，真的是啊。我真的是想给你送4个字啊，自作聪明啊，自作聪明啊。走了哈，好呢好呢，忙的话就先走吧啊，不忙的话呢可以多待一会儿哈，聊聊天啊。优惠少了吧？您这边是想看的是什么车啊？因为是不同的车型，我们的一个优惠它是不一样的哈。换一个一辆的车啊，
这边车子的光线要好一点，哥哥啊，我在这再搭一会儿吧，哈，再搭一会儿，我们再去看其他车好不好？嗯，脚尖加厚才好看啊。怎么讲呢？就是加厚的话，就是太厚的话，就是它有一个坏处，就是热的时候它容易脚不出汗啊，它不透气嘛啊。像这种薄的话，如果说冷的话，就是咱们可以套个厚袜子在外边啊，热的话就可以把厚袜子脱掉哈，这个是一个好处啊。这直接穿秋裤了，这个叫厚袜子哈，给你一点常识啊，这个叫厚袜子啊。油耗多少米的哈？像我的，我开下来的话呢是6.9左右啊，像有时候是7.1啊，大部分是在7.1啊，因为我是1.5T 的，然后是在市区开啊。综合油况的话呢是在一个7.1左右啊。嗯，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哈，气色红润啊，主要是太阳太好了，然后把我的脸给晒红了哈。你看哈，我都是躲在我们的这个车后边哈，我都是躲在我们这车后面了啊。中午好大姐姐，中午好小弟弟，中午好啊，比我小几个月的弟弟啊，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们点点关注哈，然后没有点赞的不忙的小哥哥可以动动金贵的小手指，然后点点赞哈，点点赞啊。这是在讲啥？在讲车呢，小哥哥啊，我们就边讲车边聊天啊，边讲车边聊天啊。媳妇你又开直播了，涂指甲油的哈，涂了哈，涂了啊。我去我的欧尚也是1.5T，我基本跑农村，我的油耗怎么10个都？可能是你技术太菜了哈。我是属于什么呢？我是属于老司机啊，可能我的技术比较的牛啊，所以的话呢，我要比你省油一点啊。日程 CC 这么省油吗？怎么讲？看个人开吧啊。我就是1.5T 的车嘛，就是我刚买了一回啊，就是磨合期啊。那会的话呢，我车技也不行哈，技术也不行哈，然后我就是开到了九点一个油哈，我最高的 CC 的油耗是开了九点一个油耗啊。那会的话刚拿了驾照啊，然后又是新车，然后开车不熟悉啊，不会开车嘛，就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在那个市区里边踩嘛，然后油耗就高一点啊。然后后边就是越开越往后就感觉就是油耗就降下来了哈，可能是现在技术也好一点点了啊，然后就是我的油耗就是7.1左右哈，5.5一公里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多少一公里哈，我看我的那个仪表的综合油况，它就是显示7.1啊，因为我加油嘛，就是完了又去加啊，完了去加，我也不去算它是说多少钱跑一公里哈，因为像女生嘛，这些东西就不怎个会去。会去关注啊，因为也不太弄得清楚嘛啊，我就只知道我的百公里油耗是多少啊。美美的哈，谢谢啊，气色红润有光泽啊，气色红润有光泽，那是太阳晒的，看到没有？我们这太阳好大了啊，我都是往后的啊，我都是把身体往后靠啊，这样就晒不到脸啊，不然把我的脸给晒红了怎么办呢啊？是不是啊？想夸自己技术就直说，这不等着你来夸我的吗？哈，这不等着你来夸我技术好的吗？啊，看来你是有钱人哈，我不是有钱人呀，我还不是打工的哈，我还不是在这里卖车处打工呢啊，打工的话呢会有多少钱呢？是不是啊？只不过怎么呢？因为我们女生嘛，跟你们男生比起来，真的是不会说是。就是太去关注这个油耗这个东西嘛，是不是啊？真的是不会去啊。还有买车嘛，我们买这个车就是第一看它外观就是你自己喜欢嘛啊，因为开的是一个红色的哈，外观喜欢，我觉得内饰喜欢我就可以了啊。然后价格我能接受也就行了哈，不像你们男生哈，就是各种要去对比一下是不是，然后各种去体验一下，因为我们也不太懂哈。油都加不起的，一箱油才500多公里。加不起的话呢，开个电动车啊，开个电动车，然后去啥呢？去扫一个那个共享单车啊，去扫一个共享单车开开啊，一股孜然味道正宗，你又知道了哈，感觉你在我旁边似的呢哈，是不是啊？开了4年，多少一公里都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我都不去算哈。为什么要去知道它是多少一公里呢？反正你
就算它是五角一公里，完了你要是去加油的，是不是啊？它是一垮一公里，完了你还不是要去加油的哈？除非说你这个车你不爱了，给它卖了，重新买一台啊。像我们这种又不重新卖的哈，是不是？好不容易一还清了车贷，是不是？还不是还要开个四五年的，是不是？开个七八年再换了啊，是不是？把我眉腿晒黑了哈，我已经晒黑了，我觉得哈，我已经晒黑了，晒了黑漆漆啊，晒了黑漆漆的啦。鞋子在旁边啊，在这里啊，在这里啊。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啊，欢迎各位新来的小伙伴啊，欢迎你们啊。不满的可以直播间点点赞哈，没有关注的宝宝们点点关注啊。大家不满的直播间哈，挨我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点了关注之后，明天还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咱们一起聊天啊，一起谈天说地，一起谈车啊，冲壳子哈，都是可以的。长安一点五。什么长安一点五？我自己开的那台是长安的瑞城 CC， 它也是一点五代 T 啊，一点五代 T 的。那个马力是有多少匹的？178匹还是180匹的马力了啊？我觉得是动力是够用的哈，动力是够用的。咱们在就是超车的时候，咱们油门轰到底，它是有力的哈，它是有力的，不是说那种软绵绵的提不起速的那种哈。我真的觉得 CC 还是好开的啊，还是好开的啊。你们可以到店里面来，就是开开我们的车来进行一个那种嘛对比啊，我觉得是好开的哈，是好开的啊。厚的，我昨天穿薄的哟，你没有来，可惜你没有来。我昨天穿的是超薄啊，10D 的吧，这双应该是150D 啊，150D 还是200D 啊。昨天那双是10D啊，昨天是天气比较好，我穿的比较的妖娆啊。今天是有点冷哈，还是要穿厚一点啊。买车买亏了，把自己整成了不说油都加不起的啊。怎么讲呢？买了车我觉得方便一点啊，就是你想去哪里啊，不用打车啊，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啊，是不是？我觉得也挺好的哈，有压力才有动力哈，是不是啊？188匹哈，哦，它是有188匹的嘎，我都记不清楚啊，我就说180匹还是178匹啊。CC 的动力是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啊。我们店里的员工哈，我们店里的员工的话呢，就是有三个他是开瑞城 CC 的，然后有一个是开75 plus 的，一个开是55 plus 的，然后还有开逸动 plus 的，还有开我们以前的那个逸动 XT 的啊，还有咱们以前的那个新奔奔啊。就是我们家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开我们的长安车啊，都是开长安车啊。快发给我，要不然不给你点赞哈。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哈，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啊，你就只能是明天早点来看啊，自己现场看才好看啊，发图片算啥呢啊，是不是啊？188可以秒思域吗？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秒过啊，我没有跟思域比过啊。像我们这种女司机们，人家害怕的很啊，我们在旁边的话呢，人家就恨不得就离我们远远的啊。长安车厂在我们家门口，真的吗？你家是重庆的吗？你家是重庆哪里的？是垫江的吗？小姐姐有对象吗？我23岁哈，你比我小一岁啊。小姐姐不找姐弟恋哈，我要找比我大5到8岁的哈。我的就是择偶标准的话，就是要比我大5到8岁啊，太小了，年纪有点小，我觉得还要我照顾啊，就是觉得有点累啊。找个年纪比我大一点的话，就是成熟稳重一点，然后会照顾人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啊，要好一点啊。家有房子啊，你还有妹妹什么的吗？我没有妹妹啊，我有一个弟啊，我家有个弟啊。你们有身边有合适的妹子可以给我家弟介绍一个女朋友啊？家有房子啊，我家也有房子啊，不过我要的是那种自建房啊，自建房，我们农村的那种叫什么房？那叫啥？就是我们是属于就是木头就是盖的房子嘛，不是平房，我们家不是平房，我们家是属于那个木质的啊，木质建成的房子啊。思域的皮属于射手，茶的皮属于手，为什么这样子讲？我都不跑那么快，人家爱怎么跑怎么，我慢慢来。看来你还是挺稳的哈，看来你开车还是比较
注重它的什么呢？它的那个稳定哈，是不是啊？今天怎么这么厚啊？有点冷呀，小哥哥。今天天气冷啊，今天天气冷啊。今天早上好冷，我告诉你们啊，我今天早上是冷了啊，冷了耐不住啊，就是直接是，我原来是准备早上直播的哈，结果太冷了哈，太冷了，我说不行不行，还是等热乎一点再直播啊。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哈，这个车里面啊，找了一个暖和的车里面，在这烤太阳啊，边烤太阳边和你们直播啊。好脚不好啊，不好，你看中什么条件吗？有车有房有存款，不是很正常的吗？欢迎红尘牵绊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欢迎小哥哥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大家没有关注的啊，咱们点一个关注啊，点一个关注啊，点就是不忙的小哥哥啊，来点点赞哈、啊，点点赞啊。对的，我家有个兄弟啊，不忙的你们给我点点赞好不好？咱们直播间那么多的小哥哥，那么多帅哥美女们哈，不忙的咱们点赞点起来好不好？咱们边聊天边点赞行不行？谢谢我们那个能放弃的人哈，谢谢给主播送来的小礼物啊，谢谢您的小礼物啊，谢谢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嗓子有点疼啊，嗓子有点疼了啊。欢迎咱们愿意17277啊，欢迎加入直播间，欢迎小米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欢迎那个各位新来的小伙伴啊，欢迎你们啊，欢迎顺其自然啊，可以看看外观啊，可以的哈，可以的啊。是想看一下我们这个车的外观吗？还是说想看哪个车的外观呢？你得给我讲一下想看什么车型的外观，好吧？欢迎各位新来的小伙伴啊，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来啊！大家不忙的可以点点赞哈，大家不忙的可以给主播点点赞哈。天哪，我着了，我今天没有加那个国货畅享机啊，应该没事吧？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啊！看看你红色的车被你开成什么样了？不什么样呀，很好啊，该是啥是啥。我好像我今天开直播的时候没有注意加话题呀。逸动的话呢，我们是今天才到了一个展车啊，车子是还没有洗好，车子没有洗好，还没有开来展厅啊。它还在外场那边啊，我们的逸动它还在外场那边，现在是看不了，现在只能是看先看展厅里面的车啊。你们那个如果说您想看外观的话呢，您可以什么呢？您可以关注我，然后后台给我发个信息，然后待会我下播之后我去拍视频给您拍照片过来给您看，好吧？我不信啊，为什么不信呢？幽灵威出了吗？幽灵威我们这暂时还没有啊，暂时还没有啊。看看隐形门把手的，隐形门把手的话就是 UNI-K 和 UNI-T 啊， UNI-K 和 UNI-T 啊。西洋货吗？啊，我们这是国产的哈，我们这是国产的啊。晒了一会感觉有点热哈，稍微有点就热了啊。小姐姐很哇塞哈，哇塞的话就点点赞啊，我热不赢了哈，我觉得应该要换一个凉快一点的车去了。欢迎不晓得哈，谢给主播的点赞啊。欢迎必要啊，欢迎加入直播间，欢迎让再会啊，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腾冲的直播间来啊，欢迎你们啊。今天有点冷，对，早上有点冷，然后就穿的比较厚实啊，穿的比较厚实啊。看 T 啊， T 没有现车，小哥哥啊， UNI-T 暂时没有现车啊， UNI-T 卖光了卖光了卖光了，没有车。35 Plus 卖光了卖光了卖光了，没有车啊。逸动 Plus 卖光了卖光了，展厅里面还是没有车啊。我们家好几个车都没有车了呢啊，都是卖光了哈。来，我们去找个凉快一点的地方啊，这个有点热了啊，我治不住晒了哈。我们去凉快一点的地方，我们去看75 Plus 啊，我们去看一个75 Plus。现在热啊，耐不住了啊，耐不住了，我们去75 Plus 那边啊，有点热啊，晒了一会儿就是就知道卖光了哈，真的是卖光了呀。这个是实话呀，实话呀。请问你有还有什么车？我有二代五 plus， 我有75 plus， 我有 UNI-K 啊，还有新75，就这四款车啊。我们家还剩四款车，就是一个是75 plus， 二代五 plus， 还有新75啊，还有台 UNI-K 啊，就只有四款车了啊。车少啊，车少啊，
不是说我不想卖给你们呀，不是说我不想给你们看呐、啊，是没有车啊，是没有车可以看呐、啊。星期五啊，对，星期五2022款蓝鲸版的啊，2022款蓝鲸版的出啊。什么星期五？啥子星期五？没有讲啥子星期五呀。啊，新 CS75 蓝鲸版哈，是 CS75 蓝鲸版，简称星期五啊，星期五不是75 plus 啊。稍等我两分钟啊，稍等我两分钟啊。星期五学校要放假，我知道。我们说的是车，好不好？真的是啊，天天的兜我是吧？啊，就是想兜我哈，蓝什么蓝？啥子蓝？我去把这个车给它放一下啊！我昨天不是把它的一个后排放倒了吗？然后对哈，蓝鲸版的 CS75 啊，现在这台是我们的 CS75 Plus 啊，蓝鲸发动机。对对对啊，我们是蓝鲸发动机啊。我把它座位调一下哈，座位去了都不欢迎我啊。欢迎我们极品帝国小哥哥啊，欢迎你的到来，欢迎热烈欢迎。万水千山总是情，给个关注行不行？万水千山总是情，来个点赞好不好？我也抽蓝你，美女好哈，你好，你看我都热烈的欢迎你了哈，你给我点赞没有？欢迎热烈欢迎。晃晕了，什么晃晕了？晚上就拿麻袋装瓷瓷啊，我不喜欢麻袋啊。你问我什么？我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我不喜欢麻袋啊。我就喜欢穿黑的袜子啊。我就觉得穿黑袜子可能会显瘦一点啊。哎，把这个上来一下啊。它这个座位它是可以调的哟。我们这个车的座位它是可调节哈，坐车上欢迎我来你们公司要杯茶吃吃，有呢，快来，有茶还有饮料呢啊。黑的显瘦，是的呢，黑的显瘦啊，黑的很瘦啊，显得我要比较的瘦高挑。我肯定是穿鞋上车嘛，这是我的高跟鞋啊，省得你们一听的说我没有鞋子啊，我也是啊。大家不满的能不能给我点赞啊？你看那么多的小哥哥啊，点赞才3K 多啊，太少了嘛，是不是啊？对，黑色比较性感，然后黑色的话还什么呢？显瘦啊，显腿长啊，是不是？谢谢关注哈，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你们的关注哈，谢谢关注的主播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然后我弄一下，我整理一下我衣服啊。我都点200了，200的话太少了哈，点200的话太少了。你像我们两个这样的交情的话呢，你点个20000都不过分啊。你记不得以前你是给我怎么个点赞了哈？点到手掰脚掰是不是？我先预赞不行啊，不可以预赞，必须要现在就点哈，现在就点啊。哎呦我的妈，来看一下啊，应该是可以看到啊，这个的话呢是主播坐在我们后排，我们的一个腿部的一个空间可以看一下啊。我是穿了高跟鞋啊，我穿了7公分的高跟鞋，这是我们的一个空间，能看到吗？看一下啊，这是空间啊。然后腿部的话就是距离我们前排的一个这个靠位的话是在一个四拳的一个位置啊，三拳半到四拳的一个距离啊，这是一个腿部的一个距离啊，空间还是可以的。像这个它的这个空间的话，就是我这样的个子的话，可以直接是什么呢？直接是可以就是坐在这个
怎么感觉坐不下去了？差点翻车了，差点翻车了！是我长胖了吗？是我长胖了吗？可以坐啊，棉裤都弄上了，今天有点冷呐、啊，你们不知道啊，今天可冷了呢。就是能是能坐，感觉有点紧了，可能是我长胖了，可能是我长胖了。脚累嘛还好，我觉得还好啊。我今天什么呢？我今天不是冷嘛，然后我直接贴了啊，我直接贴了两个，就是那个暖宝宝嘛，就是咱们女生，就是肚子不舒服的时候贴的那个暖宝宝嘛。好，我都是前边肚子上贴了一个，后边贴了一个啊。你们那边多少度啊？今天早上室外温度是在个8-9度左右吧，然后现在的室外温度应该是18-9度啊，18-9度啊。嗯，腾冲是属于云南啊，腾冲是属于云南，棉裤穿上瞬间变得小短粗了，小短粗我也没有办法呢，这个有点冷呢，我不可能是说什么，我不可能说是要温度啊，要风度不要温度哈。不然那个就冻成老寒腿了哈，是不是啊？所以冷的时候我的宗旨就是什么，冷的时候要穿的暖和一点，热的时候要穿的凉快一点哈，然后以自己的实际情况为主啊，不能是为难自己啊，不能是什么呢，让自己冷感冒了哈，是不是啊？大家不忙的点点赞哈，一直都是我自己疯狂的给我自己点赞哈，你们点赞也不点啊，关注也不点啊，你们是要造反了吗？哎呀我的妈，热不赢啊，热不赢了啊。谢谢桀骜不驯，谢谢哥哥的点赞，谢谢您的点赞啊。看节目想看啥节目啊，热不赢了啊。把我衣服弄一下啊，热不赢了啊。你想看啥节目？感觉没有节目可以看啊。想看跳舞吗？想看跳舞的话就待会一会儿结束前几分钟吧啊。一会儿结束前几分钟给你们上才艺表演啊。现在给你们看一个我们的啥呢，给你们看个我们的一个后排的空间吧，我看一下这个感觉是有点有点啥，我给它弄近一点点啊，感觉是它有点那个有点远啊，我把镜头弄近一点啊，就这样吧。你们不是很好奇我们的一个空间长什么样子吗？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啥呢，我们的这个车的一个后排的一个横向空间啊，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车的一个横向空间啊，是像这样子的啊，可以看一下哈。正常的可以横，就是正常嘛，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这样子横坐在我们的这个后排座位里边啊。我们这一个车什么呢，我们这个车的一个车长是4.69米啊，将近4.7米的长，1.71米的一个车高啊，车辆的轴距的话呢是在一个2.77米的轴距啊。后排座位哈，可以看一下，如果说后排咱们就后排就直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正常的坐在我们这个后排上休息的哈，是直接可以坐后排休息啊。谢谢仪式阿文给主播送的小礼物啊，欢迎加入直播间来啊，欢迎加入我们腾冲面友的直播间啊。大家不忙的可以点点赞哈，没有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欢迎火火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欢迎你们啊，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它的一个什么呢，它的一个后排的一个空间，后排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是就这样子躺在上面休息，然后还可以把我们的什么呢，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后排座位给它放倒啊，这个后排座位给它放倒之后的话呢也是可以就是在车里边休息啊。后备箱的话呢咱们一小会去看啊，我们先说完后排吧啊，说完后排的话呢我们去看、啊、我们的后备箱啊，这个袜子厚不厚，袜子是厚的哈，欢迎那个腾冲留一手，欢迎手哥加入直播间啊，好久没有来了哈。袜子破了，袜子没有破呀、啊、它这个是透明的呀，它不是破啊，它不是破啊，你们一天的就以为是破哈、啊、它不是破啊，它是一个透明啊，它是一个透明的啊。谢谢刚哥送来的礼物啊，小怪兽你连裤啊都穿破洞了，叫他不是说我穿破了好不好，这个它是属于薄的啊，它是薄的，你们看到没有，不是说它通了一个洞啊，它不是通了一个洞啊，它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啊。谢谢我首哥送来的小花花，谢谢首哥啊，谢谢首哥。
讲了，把我讲的像啊那个，给我讲的像牛一样哈。这个不是我给他穿烂了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它是属于透明哈，透明啊，吓死我了。在你们的心中啊，在你们心中我就变成了一个啥，我就变成水牛了哈，是不是？感觉我变成水牛的感觉啊，就是穿什么都是废的那一种啊，穿什么都是废的那一种啊。在这坐一会儿吧啊，在这坐一会儿吧。谢谢我首哥送来的小花花，谢谢。你这两天去忙什么去了啊？都好久没有来我直播间打卡了啊。欢迎伟伟最牛啊，欢迎加入直播间，欢迎悲伤与欢笑啊，欢迎加入直播间，欢迎小智啊，欢迎各位新来的小伙伴啊，欢迎你们，欢迎地府啊，欢迎加入直播间来啊，欢迎你们。做反了啊？不反啊，不反啊。想你了怎么办？想我的话呢，来我们店里边喝茶啊，来我们店里边喝茶啊。灯光效果还是怎么说，你的脸红彤彤的，那是因为我刚刚去有太阳的那边，太阳晒红了啊，太阳晒红了，不是因为灯光啊。可以给你近距离看一下啊，哎呦我的妈，看到没有，他是脸晒红了啊，我脸晒红了啊，这两只头没办法，没办法啊。看看，不是啊，没有烂啊，没有烂啊，我已经改试过了啊。看看你还啊，我还在呢啊，我还在的啊，在这啊，在我旁边的啊，在我旁边的啊。我就是晒红了哈，不是腮红啊，是我脸晒红了啊。我刚刚不是在那个二代屋那边嘛，二代屋那边的话就是它不是太阳比较大嘛，然后我就晒红了哈，我就晒红了啊。欢迎小小兔仔啊，欢迎加入直播间，欢迎白天不懂夜的黑啊，大家没有关注的给我点点关注吧。以为是美颜哈，不是美颜哈，不是本颜啊，它是我脸晒红了啊。我脸的话它有点敏感，我是属于敏感肌嘛，然后如果说是经常啥的，像晒太阳呐之类什么的，我就容易脸红啊，脸红啊。你背后是什么车啊？我背后的话呢是 CS75 Plus 啊，坐后备箱写写啊，一会儿去啊，看看你还不是刚看，刚不是看过了吗？刚不是看过了吗？没有看到吗？这个是我的小伙伴啊，这哎呦我的妈，他掉下去了怎么办？掉我们车下了哈，没事啊，不管了哈。反正现在没客户啊，待会我下车直接穿着走了啊。我看看我是几点钟开的直播啊？看看我是几点钟开的直播啊？稍等两分钟，嘎，看看是几点钟开的直播啊？全红不好看啊，什么全红不好看？我要看一下我的开播时间是几点啊？然后我要开一个小时啊，开个小时咱们就下了啊。开一个小时的直播啊，看看是几点钟开的直播啊？12:30，我们就开到12:35啊，我们就开个一个小时零几分钟哈，开个一个小时零几分钟啊。欢迎勇哥哥啊，欢迎加入直播间来啊，欢迎社会人社会科啊。车子一半红一半黑的好看啊。啊，你说的是内饰对吧？我们这台车的内饰就是一个红黑内饰了啊，它就是一个红色加黑色的内饰啊。就是它有红色还有黑色啊，有红色还有黑色。但是这个75 Plus 的红的话是就是内饰的颜色，它是红色要多一点哈，黑色要少一点啊。就看个人的一个喜欢吧，看个人的一个喜欢吧，因为不同的人咱们的一个爱好是不一样哈，是不一样的啊。就咱们就以自己的实际情况为主啊，如果说你不喜欢红的啊，你不喜欢红的你就可以选黑啊，就可以选黑的啊。欢迎被验证过的目光哈，这样是不是全红啊？不是，基本上是全红啊，基本上是全红啊，它是红内饰占的要多一点哈，红内饰占的要多一点啊。这个内饰的话，就它，如果说你不喜欢这种红色多的话，就可以选一个黑色哈，就那种全黑的啊，就可以选一个全黑的啊。
欢迎陈宝宝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我坐一会儿啊，热不饮啊，热不饮，哎呦我的妈呀，热不饮啊，在这坐一会儿啊，坐着聊一会儿啊。欢迎新来的小哥哥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欢迎加入我们腾冲的直播间，欢迎执迷不悟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欢迎你们，欢迎各位新来的宝宝们啊，欢迎你们。他说给我自己点个赞呢啊，然后他这是啥呢？这张是长安75 plus 啊，是的啊，这张就是长安的 CS75 plus 啊。像75 plus 的话，它是分为 1.5T 和 2.0T 啊。目前的话呢 ，1.5 和 2.0T 我们都有现车啊。目前 1.5 和 2.0T 的话都是有现车哈，可以选择啊。然后它的内饰的话就是一个红色内饰，一个黑色内饰啊，喜欢红的就可以选红的，喜欢黑的就可以选黑的啊。欢迎雨艺人哈，欢迎七七啊，欢迎我行我素啊，欢迎各位新来的宝宝们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点赞，我在给我自己疯狂点赞啊！你们不忙了也给我点点赞啊！不忙了也给我点点赞啊！点点赞，点点关注，点个关注不要停啊！点个点赞不要停啊！二代乌 plus 黑色多，对啊，二代乌 plus 的话就是它的一个红色装饰的话，就是在它的一个车的四个门把手上面，还有我们座位上面是红的啊，就是座位的靠背上面是红的，其他部分的话大部分是黑的啊。那个确实是一个黑色加红色内饰啊。秋裤都破了，声音不好啊，看来这个不是破啊，这个是很好啊，它是好的啊，它是好的，它不是破，它就是一个透明哈、啊、它是一个透明的啊。一天的时候我把袜子穿破了哈，挺好的嘛，它是好的好的好的，看到了没有，这个也是好的啊，它就是属于透明哈、啊、透明的，它是属于脚尖透明的啊。对，这样又是红色哈、啊、这样是红色的啊。美女脚趾头怎么好想和大家见面啊我的可能是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买的就是顶配版的五五啊。你买的是二代五五的顶配是吧？是领航型吗？你买的那个是领航型是吧？哎呦我的妈，我近距离坐一会儿啊。你买的那个是不是领航型啊？领航型的七五啊，那个二代五是吧？老好看了，好看就点点赞啊！欢迎各位新来的小伙伴啊，欢迎你们！大家没有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我们还有十分钟左右下直播啊，我们还有十分钟左右下直播，大家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啊，然后我们每天直播是一个小时啊，每天直播一个小时左右啊。谢谢送来的灯牌，谢谢关注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大家的点赞哈、啊，谢谢大家的点赞，大家不忙的可以多点点赞哟，多点点赞，多点点关注哈。嗯，疲劳监测也好用啊，对啊，二代五 plus 还有搭的那个疲劳监测，就是咱们就是，如果说是处于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说是属于疲劳驾驶的话，它会就是提示您哈，提示您啊。那它还有什么那个手势控制呀，还有我们的那个人脸识别启动啊。欢迎各位宝宝加入直播间啊，欢迎各位啊，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不忙的可以点点赞啊，还有十分钟啊，十分钟下直播啊。这个时间过得有点慢哈，怎么还不够一个小时呢啊，还不够一个小时啊。我自己在给我自己疯狂点赞啊。今天点赞有点少哈，所以就只能靠我了哈，让你们给我点赞哈，点了一会儿又不点了哈，点了一会儿又不点了啊。我求求他自己打开天窗哈，对的哈，他是会的哈，他是会的。
像二代五五的话，就是我们客户嘛，它整体的反应下来嘛，就是各方面的一个性能还是不错哈，还是不错的啊。我自己还是比较的蠢蠢欲动啊。美女，你不要老看手机，看着镜头啊！我要给我自己点赞呢，好，我要给我自己点赞的，我还要看公屏呢啊！你们又不给我点赞啊？只能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点赞啊，不然今天咱们的点赞不达标，我要被我们老板骂哈，我要被老板骂的。你看，我就一直点点点，我就给我自己点赞呢哈，自己给自己点赞，然后点，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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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啊。嗯，等。大家没有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哟。你手速太慢了，多少赞？我们要求是一万赞啊，一万赞呢，每天就是至少一万赞啊。如果说没有一万赞，我就差点就去领盒饭了啊，要被骂了哈。你们都给我点点赞啊，坐后备箱看看啊，一会去啊。只是顶配有，中配没有哈。对啊，就只有它的领航型12.19那个配置才有的啊。几点下播啊？准备13:35的时候下啊，准备13:35或者40的时候下啊。袜子的话，你们想要的话呢，可以去超市里边买啊，超市里边各种各样、各种厚度、各种图文哈，各种全部都有啊，应有尽有啊，你们可以去看啊，也可以去服装店哈，就去看啊。嗯，欢迎各位新来的伙伴们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叫啥样的哈，各种牌都有哈，我也不知道啊，你们就去看吧啊。就是他超市里面不是有一，就是有一排是专门卖那种袜子的，厚的薄的哈，那种丝的那种棉的都有哈，你们那个啥呢，就去看啊，喜欢就去看啊，上个台哈，一会儿也可以跟你们跳舞啊。嗯，就到一万了哈，谢谢各位朋友啊，我也是在给我自己疯狂点的哈，我就一直点啊，一直点啊。我没买过啊，呵呵，你可以到你家楼下的小卖部哈、超市去看看啊，都有哈，都有的啊，都有的啊，可以去你们那边去看看哈。大家点点赞，点点赞哟！助力一下，二代五五你们卖多少啊？二代五五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官方指导价是多少，我们卖多少。我们这边是没有优惠哈，这边是没有优惠的啊。像二代五五的话呢，豪华型是卖10.69啊，106,900。尊贵型是卖113,900啊，然后领航型是卖121,900啊，没有价格优惠啊。巴黎世家我不知道哈，我也没有买过啊。我从小长那么大还没有得穿过巴黎世家呢啊。欢迎各位新来的小伙伴啊，欢迎加入直播间来啊，欢迎涛哥啊，欢迎你们，大家帮忙助力一下哟，疯狂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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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停啊，点赞不要停，关注不要停啊。顶配全部办下来是多少哦？121,900的指导价，分期付款的，就14万多啊，14万多啊，全款的话呢是13万多啊，分期付款的话呢是在个14万，就是左右哈，会上下浮动一点啊。欢迎如烟哥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谢谢关注直播的朋友哈，谢谢关注啊，谢谢关注啊。欢迎学风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谢谢大家的关注，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点点关注啊。13万具体多少的话要等算一下哈，要等算一下啊，就是要看要加上什么呢，就是要加上什么，就是加，就是车价加购置税加保险加落户加上牌啊，这些啊要得算一下的哈。我这边的话就是直播间的话就是说一个大概的一个价格啊，大概的一个价格啊。你是在外省买的吗？外省那边的话呢应该要比我们这边有点优惠吧，还是不有啊？我们这是没有哈，目前是没有啊，目前是没有啊。欢迎各位新来的伙伴们啊，欢迎加入主播，13万全部拿下，12.19万，那个也太便宜了嘛，你们买的也太实惠了吧。
你看嘛，12万的车啊，购置税都是要1万多，又13万多了哈，还有保险、落户、上牌呢啊。云南拿不到哈，云南拿不到啊，除非说你买的是不是我们万有系统的哈，可能是什么那个什么金瑞通啊、万和瑞哈，就可能我们不太清楚啊。像我们万有的话是不是啊？我们万有的话呢是拿不下来哈，拿不下来的哈。欢迎各位宝宝们加入直播间啊。扣了，哥们今天有点冷呐，今天有点冷，所以需要穿的厚实一点哈，需要穿的厚实一点啊。谢谢我们阮成成啊，欢迎大家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点赞，欢迎嘴角的微笑啊。我朋友在 4S 店卖一句干给我了哈。啊，我们这边是他也是卖不了的啊，不管你是不是熟人，是不是亲戚，是不是朋友啊。就是我们这边它是有那个啥呢，它是有那一个叫啥，它是有一个公司要求的嘛，咱们是不可以低于公司要求的这个来弄的哈，不然的话我们这边是不可以卖的啊，不可以卖的啊。车里暖不？车里很暖和啊，车里很暖和啊，但是现在要比早上好多了，我早上冷不赢啊，冷了耐不住啊。谢谢瑞的点赞哈，谢谢瑞的点赞啊，欢迎加入直播间，欢迎他比娜美还要美啊，欢迎盛世美颜啊，欢迎新来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心如我燕啊。哎呀，我在点啥，我在点关注呢啊，点不赢了啊，手酸了啊，你们卖的贵啊，不是啊，我们就这样要求的啊，没有办法啊。姐姐的卖我背啊，姐姐卖了你我就没得穿了哈，你就直接去那个实体店去买新的哈，去买新的它不香吗，是不是啊。欢迎龙腾科技啊，欢迎加入直播间啊。不行啊，我要去后备箱去坐一会儿啊，后备箱坐一会儿啊，我给你买新的啊，不用了，我自己买哈，我自己买啊，谢谢你了啊，谢谢你，多谢你了啊。他们在吃什么好吃的，我也想吃。他们在背着我在这里偷偷的吃好吃的，我也想吃好吃的，怎么办呢？哎呀，热不赢了吃货，我真的看见他们在吃东西呀，好想吃，不知道他们吃啥，要不偷偷的去看一下，要不要我们偷偷去看一下他们吃什么？喂你吃吗？中午没吃饱吗？他们吃零食了，零食的话呢还是想吃呢。带我们去看，那我们就悄悄的去看一下他们吃什么，好不好？你们吃什么？我想吃，不是吃辣条。啊，我要吃，我想吃。你吃不来这个。我给我吃一滴滴麻了呀，我想吃呢。给我吃滴滴面皮。我们太阳现在老好了啊，夹个味片来吃吃。他们吃烤鸭呢，你高跟鞋的声音好好听。这个是给我的吗？吃烤鸭。我没有你现在讲生姜。让你看到我的血盆大口。你放过什么鱼酸酸的？姜。我有酸姜那个。姜你不吃？他家毒害你，给你老公吃的姜。没事了，爷们，咱刚才就在过去老婆吃了饭的，你睡了，今天还要人家过去。收了，为什么的？他给是某某给你买的份保险，我猜到是。哈哈哈哈哈！懂啊。
北京烤鸭，不是北京烤鸭，是单纯的烤鸭。好吃、哦，肉不行了，就没有辣条了呗。您调节的。辣吗？不辣，一点都不辣。对，我喜欢吃肉啊。老师，今天我会加几香油，我撒个香油。那我不吃早，不吃过早饭呢。我今天吃过早饭的这一出呗。好的。他们干撑了，你们吃不饱。我撑干。我吃就饱了。香。筷子快点拿来。吃烤鸭。再给我吃一遍。再煎我弟弟吃吃嘛。再给我煎一点。他头不要了，给他吃那边，我吃他这边。吃肉就长肉，嗯，活呢活呢。我太有点，那这看不得了。